今天哦，阿朱阿姨哦，看到恁这下一代哈，她龙心大悦哦，不会，一平常时是苦咖要死的。他们敢退回呢？他自助餐哦，今天他吃素哦，自助餐哦，加到70哦，他说我不要这么多，我拿去退，拿去退，退到50再去称。所以他要给你们红包，你们都拿。哎呀，哎 ，OK。你拢不要聊时间，你讲好，他要先注意他的佛陀经会。你们手机装的医疗物件，那么关了佛陀经会，落去到佛陀经会的。所以你爱阿修，我唔在讲叫你，因为哈，我也不知道回到哪一天就死掉啊。将来那么关注你呀？啊，那当然，既然要关注你，就爱阿修啦。没有啦，阿姨也很久没有见到你们的，看到你们高兴，包一点红包给你们也。还有红包落上给那些。因为他也，先帮我们再来没好好包的啦。你们在，先帮我，你是在哈，你在再来好好包哈。啊，没包这么多。里面有多少？有一天。以前去五谷的时候，嘛是跟刘小平、刘金浪拢生做伙。小时候是想要站着吃，好一点的。来来来来，啊，现在长大了，现在长大了，哎，我怎么刚刚起来？